四之二，陈子娟的故事。师父专门对付我们的根性。他从高阶检验专才、房地产老板娘，到悟善禅师门下的剃度弟子，他潜心受教，学习敞开心房，打开视野。陈子娟说，有一次，一天之内被师父带着，同时经历婚礼的欢乐喜悦和死亡的无常悲伤，他因此化解深藏内心40年对祖母过世时的害怕。那次陈子娟把位于纽约长岛的房子借给朋友办婚礼，婚礼进行中，悟善禅师突然掉下眼泪，告诉他把房子借人办丧事比办喜事更有意义，办喜事时欢乐场面瞬间即逝，办丧事时亡者灵魂会感谢你。师父刚停止掉泪，电话进来，一位香港移民美国的师姐母亲弥留，师父要她跟着去医院。陈子娟说，我在一旁助念，师父则帮她打手印。没多久，那位母亲轻呼一口气，就此与世长辞。化解对死亡的心结。陈子娟说，我那时不懂师父为什么急着在信众病危时赶去帮忙助念，而不是往生后才念。后来慢慢了解，师父认为这样才能真正帮到死者，一旦往生，一切也就无济于事。陈子娟8岁时家道中落，祖母也在此时撒手人寰，因为在家中停棺49天，出殡前2次开棺，他看到祖母身形已像木乃伊，外观跟生前完全不同，不免在心中留下阴影。那时起，他总是感觉有东西压在身上，让他不敢面对逝者，更不敢参加丧礼。陈子娟说，师父总能在信众没开口前感应到我们的需求。师父觉知到陈子娟害怕见到死者，一步步帮他克服，并在911事件发生后要他陪着去超度亡魂。陈子娟对纽约路况很熟，事件现场管制森严，他带着师父左弯右拐，钻进最靠近现场的一座教堂。师父跪下念法语，陈子娟说，本来平静的现场突然刮起一阵狂风，阴森诡谲。师父指着一旁空地说，大部分受难者都在那里。此时陈子娟对亡灵已不再害怕，而后她每年都会陪师父到现场，有时更单枪匹马去超度亡魂。突遭变故，大起大落。陈子娟1969年在东海化工系毕业，在台湾工作2年后赴纽约念研究所，然后结婚，育有一个儿子和一对双胞胎女儿。她原来在大型医院任检验师，丈夫则从事房地产生意。后来先生事业蓬勃发展，要她放弃专业改做房屋贷款，夫妻俩夫唱妇随，是知名企业家。1996年，朋友引荐陈子娟认识新道法师，开始学佛。隔年2月，一位律师太太知道他学佛，向他介绍悟善禅师，对方还强调，这位师父很特别，跟我以前认识的法师完全不一样。当时，受到1987年美国黑色星期一全球股灾波及，房地产超贷被政府盯上，多家银行破产，陈家事业也一落千丈。陈子娟丈夫因事业失败染上赌博恶习，肠道赌成豪赌，挥金如土，从此变局。陈子娟只好辞掉管家，亲自操持家务，心情也大受影响。1997年2月，陈子娟协同丈夫去见悟善禅师，她说，当时师父对我说，我们两人身后跟着一大堆人。事后，陈子娟想起自己的哥哥多年前自杀，而夫家在2年内有9位亲人过世。师父跟每位信众见面都会给东西，不一定是物质的，
更珍贵的是性灵的。师父教我们从物质升华到精神，从精神提升到灵魂。短短12分钟，我见识到师父的亲和力和法力，心里觉得踏实欢喜。如愿剃度，正式出家。悟善禅师赐予陈子娟跟丈夫法号圆一和圆二，夫妻俩一起皈依师父门下。有些人来看师父的神通，有些人以算命师来解读师父的开示。信众离开道场后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师父异军突起，引起侨界震撼。许多佛堂弟子都不再敲打唱诵，纷纷转移到师父道场。1997年2月到11月，道场举办多场活动，与1300多位信众结缘，弘法大业蓬勃发展。第二年，陈子娟追随师父到洛杉矶弘法，丈夫认为她太过投入，曾在师父达录机上留话，要师父把老婆还给她。陈子娟说，师父讲道内容简明扼要，她一个一个教，把我们心里的垃圾挖出来，能自我反省的人觉得师父在点醒自己，而产生欢喜心。师父说陈子娟吃很重，她的丈夫则是太过撑，两人需要改进的地方很多。陈子娟接触师父一段时间，心念有了很大转变，想要剃度。那时家庭经济从云端掉落，老公又外遇，陈子娟心情很坏，但师父并未同意。直到18年后，她的先生过世一个月，2015年8月，师父才准她正式出家。陈子娟说，师父认为我跟先生的缘终于尽了。有人不免觉得师父一直在变，其实都是因为因缘。她说，以前我们办活动12点开始，师父八九点才吩咐我们准备。师父说，刚煮出来的稀饭最好吃，及时准备是希望得到100分，如果两天前就着手，可能拿80分，两年前就交代，可能只剩20分了。在八世田广播善的种子。追随师父多年，常被指派到世界各地完成各种任务，陈子娟应可算是核心弟子了。不过师父曾跟其他弟子分析他们的未来，却从未跟他谈过。陈子娟说，师父常说我心中杂念太多，如果不能进步，就没有必要跟着学。他是行的师父，也是会感人的师父。有时陈子娟做得不好，师父就会刻意冷冻他，放牛吃草。这些年，陈子娟努力观察并学习师父对事情的分析和判断。他以为师父有时要他去做能力不及之事，是在锻炼他突破自我，而他乐于接受每一个挑战。接受师父的教诲后，他要求自己多一点爱心、耐心、存好心、做好事，让八世田满是善的种子，期待能在下一世开花结果。